公元前206年十月，刘邦入咸阳，秦朝灭亡。紧接着，项羽和刘邦开始了长达4年多的楚汉相争。总打败仗的刘邦越战越强，而战无不胜的项羽却越打越弱。最终在垓下全军覆没，项羽自己也自刎于乌江。刘邦随之登基称帝，大汉开国。刘邦本是一介布衣，既没文化又武功平平，为何最终能称霸天下呢？